说王熙凤什么气场啊？我总结她身上有三气，哪三气呢？贵气、俗气、霸气。咱们先说王熙凤啊，贵气体现在哪儿啊？就是她这个穿衣打扮。老话说嘛，人靠衣裳，马靠鞍。王熙凤这个穿戴，一看就是有当家人的派头。她这衣服颜色都特别的鲜亮啊，不是红的，就是金的。你很少能见着王熙凤啥时候穿一件这个素净的或者深色的衣裳，几乎没有。而且浑身上下各种首饰，什么项链、耳环、镯子、玉佩，各种叮了当当的那零碎啊，珠光宝气。既然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热辣辣的？一家子骨肉，我可不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乐得连觉都不想睡了。对租耳房这样的大事，也瞒着我私自办了。光这造型就能看得出来，家底儿确实厚，有钱。那为什么整这么个造型呢？咱们这么想啊，你要在现实生活里边见着这么一个人啊，各种的奢侈品大牌，什么爱马仕的腰带、 LV 的包、普拉达的外套，咔咔的全往自个儿身上招呼啊，穿金戴银，恨不得十个手指头上全戴上大钻戒，那你对这人什么印象啊？有钱，是不是还得觉得这个人审美水平、文化档次是不是不咋地儿啊，是吧？作者应该也这么想的，他就是想突出王熙凤的特点，哎，贵气里边还透着点庸俗、俗气。其实最初选角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红楼梦》电视剧里边，邓婕呀，并不是王熙凤最佳的人选。咱们都知道她个儿不高啊，眼睛也不是很大，这个肤色可能还有点偏黑一点，人也比较瘦。从外形这一块，你看哪一点像这个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呀？邓婕啊，找化妆师一起去讨论，这咱们从扮相上下功夫，先解决个头的问题。邓婕呢，就整了几双增高鞋，就跟京剧那个厚底靴子有一拼啊，差不多两三寸那么厚的鞋底子啊。再加上化妆师给他设计了一个比较高的发型，邓婕这个个头一下子高了不少啊。这发型除了拔个以外，还有一个用处，怎么着？往上使劲勒一勒头发，这眼角就吊起来了，眼神一下就犀利了。这新扮相一出来，导演一看，说丹凤三角眼，哎，就这种感觉。光扮相啊，这往上使劲远远不够。邓婕还给王熙凤身上加了很多细节的戏，什么细节呢？一个就是她这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哎呀，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哎呀，哎呀，老祖宗。邓婕这一笑，就给王熙凤这个气场加分不少。这她还没出来呢，周围的人焦点已经都放在她身上了。另外一个标志性动作，拉手。你看电视剧里边啊，除了那些个按照规矩不能过分亲近的人啊，王熙凤你看跟谁说话，别的先不说，先上去把人手拉着啊。好嫂子，你们且回园子去。一个笑，一个拉手，就把王熙凤这个八面玲珑啊给传达出来了。再一个，《红楼梦》里边大家伙说话都是慢慢悠悠、慢条斯理的哈。邓婕开始也这样，但是总觉得王熙凤这个泼辣劲儿啊没出来，差点火候。邓婕就在语速上下了心思了。你看电视剧里边啊，好多时候别人刚起个誓、酝酿情绪呢，这王熙凤连珠炮似的，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给我们家做媳妇少你什么？你瞧瞧，是人物门第配不上，还是根基配不上？是模样配不上，还是家世配不上啊？你说呀，说呀啊！为什么要这么改呀？你想啊，这王熙凤她管这么大个家族，每天公公婆婆、什么叔叔嫂子、妯娌兄弟姊妹的，手底下还有那么多的奴仆丫鬟，天天得多忙活。他肯定不能跟这些人
靠什么吟诗绣花打发时间，这些人跟他们不一样啊，是吧？这些姊妹们那成天有的是闲工夫，他说话办事节奏必须得快点，是吧？邓婕呀，这个演员老家是四川的，地道的川妹子，他就把自己这个嘎巴脆利落这个特点很自然的融入到王熙凤的泼辣里头。不知道大伙儿注意过没有，就是如果一个人说话快，嗓门亮，就会显得他很强势，甚至有攻击性，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霸气。王熙凤这个眼神啊，说话办事儿，处处体现着他的这个霸气。咱们就拿他的这个协理宁国府给秦可卿治丧这个事儿来说，王熙凤眼睛很毒啊，一眼就能找着宁国府问题的根在哪，有什么问题。事儿多人杂，有好多人呢都想捞一把，出了事儿了，哎，你推给我，我推给他了。所以说王熙凤上来先定规矩，把宁国府的各个部门中层叫到一块。